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。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那么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呢，是由深圳红发队深圳旭九段对阵的是民生信用卡的孙腾宇。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场的画面。应该是深圳俊吧，申明俊吧。啊，对，黄老师。这兄弟俩，二生，韩国二生。二生，对对对。这个是柯洁，由柯洁领衔的北京民生信用卡队啊，这柯洁这个队伍也面临着降级的危险呢。对，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上半区的预判，那么这个时候是下半区的比赛。其实下半区可能会更刺激。是，柯洁的对手是容易啊，嗯，其实跟他下的并不太容易。不太容易，是，这个是。陶欣然、陶欣然也是在不久之前刚赢过柯洁，积分进了前十，这是涂小雨、新人王的冠军。说起来每一位都是很厉害、哎呀，能在围甲赛场上出现啊，都不白给。涂小雨也是成长非常快的一个年轻选手，跟柯洁一个队伍的，柯洁很希望他能早日冲出来替柯洁分担一些压力、是，这是范映，范映其实成长的也非常快了，曾经很快，但是现在好像有点慢了。是，要不然柯洁不会压力那么大。柯洁是觉得自己带得很累哈。因为柯洁主将昨天输了，他输四盘，但是他们队都、都是仍然要为保级而奋战。是，这是孙腾宇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他这盘。对，他对申敏俊啊，韩国的外援，韩国二申之一。看起来很淡定啊。对，其实王老师，如果说我们单纯从两个棋手的名气上来讲的话，是不是好像更对这个申敏俊会更熟悉一点？对，孙腾宇呢，他现在等级分排在第50位啊，也暂时不在国家队。可能是名声差一点，但是也曾经得过全国个人赛的冠军。对，他应该拿过阿韩童的冠军。这个是李维清啊，这李维清也是青年好手。对，这个是上海剑桥学院队胡耀宇、最老的老将，也是整个围甲里面哈。对，像80后他们那一代的，古力已经做重庆队的教练了啊。是，胡耀宇却还要还是披挂上阵，对，奋战在最前线。也是因为他们队，遭了一些变故，所以他也不得不更多的上场。这谭笑对王新浩，这个浙江队应该也是在上半区啊。对，浙江体彩队。那上半区的心情比较愉快，看他们下来没有保级、对、没有保级的这个风险。好的啊，欢迎回来，我们就给大家赶快带来这盘申敏俊对孙腾宇对申敏俊的对局。孙腾宇执黑先行。这也是一盘快棋。对，这盘棋我们刚才也看到了，是在网络上进行的。网络上这个孙腾宇，其实我觉得他下的比棋盘下好。对啊，因为他这个平时主要的训练方式就是在网上。对，跟各路高手交战，那是非常的勤奋。是的，而且赢过很多很多的厉害的人，包括人工智能，他都赢过。所以说网络上对他其实是有利的。有利。那我们看看他怎么挑战申敏。这盘的顺序应该是怎么摆的啊？还是这么摆？这样，好，先是错小目开局。孙腾宇执黑。孙腾宇比这个申敏俊要年长不少啊。对，孙腾宇应该是92或者93年吧？好像是92年的吧？我印象是92、93年，反正是。申明俊是99年的，对，一个头一个尾，一个90年代的头，一个90年代的尾。对，
你现在一说起来，很多棋手其实都是零零后了嘛，就感觉这个九零后，而且是95年之前的棋手已经这个年纪。连柯洁97年的，他都说现在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已经年纪有点大了啊？对，所以说这个91、92、93呢，这都是属于是，确实是啊，已经算是中坚力量，中坚力量了，嗯，是的。申明骏在韩国呢，号称二申啊，当然。其实他虽然长了一个娃娃脸啊、嗯，但其实他比申真谞大。嗯，对，申真谞是零零后啊，对，他是99年的，但是申真谞呢，今年虽然生猛火爆，嗯，但是呢，他在头衔战输了一盘，就是输给了申明骏，他的连胜也是输给了申明骏，所以说申明骏的这个实力呢，也可见一斑吧。而且申明骏今年还进入了 RG 杯的决赛，将跟柯洁进行争夺冠军的比赛。哦，那柯洁今年是三星杯刚刚跟小申下完，嗯，然后接着又要跟大申，嗯，这兄弟俩轮番上阵啊。嗯当然，这个开句玩笑啊，这俩人不是真亲兄弟啊，不是亲兄弟，啊、是的，只是因为都姓申，哎，所以我们区分为大小申。嗯嗯，他现在是。啊，二尖高跳、这个嗯、啊，这也是很常见的下法。嗯，其实我觉得王老师，这个孙腾宇的棋风好像是不是还是比较灵活多变？嗯，没有什么，好像没有什么固定印象对他。可以说这个也不要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嘛。孙腾宇可以称得上是绿林好汉，因为他这个是有点草莽出身，不是正规军。他在国家队也待过，但是很少，时间比较短。哎，对对对，嗯、大部分都是自己这个像散仙一样的独自修炼啊，所以他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功夫。嗯啊，明白。所以王老师说的是绿林好汉。嗯，对对对对。再见啊，这个比较厚实啊。嗯，其实我对他的印象就是，好像觉得他下棋也比较随心所欲。对，他有一些比较，反正也没有什么套路，有点独门功夫啊，比较奇特啊，挂啊，挂角。嗯，这回又用啊，没有大神没有。您是想让他加、啊、是吧？不是，我看他是不是也跟上盘一样啊，尖顶啊。啊，他是小尖了，这两边形成同形了啊。这也是说明那个大神也是棋比较厚实啊。嗯。这个棋，王老师，如果是在以前，是不是就会觉得这个点简直光芒万丈啊？啊你的意思就是两边同行，对、啊，中间那个就是谁想、就是、一定要争、啊、谁好啊？哎，但是现在这个围棋理论跟以前不太一样啊，现在那个都无视啊。现在你想，连这种尖顶都已经能下出来了，那个已经打破常规了，也不算什么了啊。那他现在是挂，哎，挂角，这是一个、挂完一拆，这是一个明调子吧？嗯。这我也比较喜欢这个下法啊，您也喜欢，就是比如这里是对方子，您挂一下。哎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流畅啊、嗯，有一种那个行云流水的感觉。哎，你这边挂一下，让他往这一走，然后你马上这样再一拆，嗯，哎，好像两边都走到了啊，感觉很好啊、哦。对，然后也是让他没变是吧？那不一定啊，这个变化很多啊。你比方说现在白棋这个啊，嗯、白棋就有这样加的啊，就有这样加的、哦、都有，也脱先的也有啊，变化很多。但是能下成这样，心情总是好的。嗯，是。走成这样了，然后白的呢是这里，啊，白棋抢占这个的位置，啊、嗯，这个就走在这里这个位置还是挺凶的吧？哎，对，因为这两边其实谁都厚啊，谁过来都可以啊。嗯，嗯，那黑棋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是防守还是进攻的选择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个王老师以我这个粗浅的对这个 AI 的、嗯。研究好像 AI 也是会飞了怎么打入的吧？对，那你这是进攻的下法啊、哦。但是他实战这个我确实没有见过，王老师。那你的那就是看来他实战是选择了防守。对，啊、防守就是尖顶。尖顶，嗯、是尖完再一尖。对，嗯，这个是厚实无比的下法。啊，对啊，这样走完之后，这个角是日贼来你也不怕，啊、对，跟铁板一样，铁板一块、嗯，可是会觉得有点委屈吧？但是这手很关键，嗯啊，这手关键，如果不走的话，白棋这个地方要走上二度点，这个是非常厉害，对，啊、你这个是气息，你一挡的话，他那一扳，这下子就被人家，这、啊、他被一打，哎呀呀。哎，这个厉害了！如果要是粘上，啊、我的一断，嘿嘿嘿，这个太惨了。高兴的一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是、啊，这个太惨了。这个地方黑棋这一手很重要。嗯，
可是王，这花一手棋就觉得、那我如果刚才是这样的时候、我不相当于在这儿走了一个吗？你这个比喻很有道理啊，但是你要反过来想，你要不走的话，你这个被人家这样封住是不是也是很痛呢？哦，盖住我了。对，被封住也很痛啊，所以你出头的方式好像虽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你毕竟出头了，哦，这地方就得想得开啊。那是不是就觉得就这两个意思差不多？你看，如果要在这儿，你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了？对，我就觉得有这么下的，哎、就算了，就差一点点、哦，好的，可以接受。嗯，也就是说，他就防守这个地方要防守的话，黑棋这个是很好的下法啊，先尖一个，再尖一个啊，这就防守住了。嗯，要进攻的话，可以采用你这种飞了之后打入的下法。嗯，这个各位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棋风选择吧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嗯、是。然后他是尖顶了，嗯，那尖顶完了走，哎，就但是你要尖顶完就必须得走这一手了，这一手是不能不走的，嗯，就是说要么你就直接脱先，哎，你要脱先这样直接脱先啊，不要紧，嗯，但你尖顶完必须要走了，哎，你不走被白棋的二路一点，那你要叫起来了，叫起来，嗯，对，那现在这个白的他是没有在这边再走，嗯，感觉这个点也好大。啊，这个点对黑棋、白棋这两个可以造成一点威胁。嗯，他既没有走这边，也没走这边，那就是这边了。对，总共就三边。上边是的。我们说这个布局的时候，还是要把棋下在空旷的地方啊。你看这边空，这边空，剩下的就是这边空了。对。啊，像这边不空的地方，就先不着急下。是呢，他现在是这里。哎，这边要走就是走这一手啊，嗯，这一手对于黑棋的脚威胁比较大啊，下一步还可以产生一个碰的这个手段。嗯。也是比较积极吧，哎，对，嗯，然后他是夹住他，嗯，这个你要防守的话就缓了，防守被人家一尖顶，哦，一长一拆，人家舒舒服服，嗯，所以这个地方走这个也是很必然的一手，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这个套路吧。在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讲究啊，嗯，走这个呢毕竟有一个打入啊，嗯，你可能会有点不安心，嗯，啊，但是为什么不走这个呢？因为你走这个之后被白棋这一靠，你这个子呢对这个子压力太大，对这个子的压力就变小，嗯，太小，嗯，这样的话你对这个靠呢你就可能就无计可施了啊。这步棋的本身呢从这边的角度呢肯定是差点好，但是这步棋含有这个防止白棋靠的这种用意，就让他靠完之后压力对他更大，哎，对，让你不好出手，你看你走到这儿白棋实战就应该是跳这个了吧，是的，啊，就得要出头，对，然后他赶紧把这个守住啊，尖其实就是防靠了，嗯，换句话说如果你要知道你要拆这个的时候人家不会靠人家会跳，那你就赶紧拆这个，啊，对对对，嗯，更安全，对，他是尖，哎，然后防守搬一下，这搬也很重要，这个地方千万不能人家一尖你就跟着一立啊，那就落后了。你不但是亏了，而且还是重了啊，嗯！你这样的，人家再一跳，你看你这防着这断，对对，你要在这一挤，那人家吓哈哈了。哎呀，都太重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地方千万是啊，别不能够轻易的立啊。嗯，这地方搬争先手是重要的。对，这个地方王老师以前我记得。说这个棋有什么点一个吗，哎，那说明你这个兵书也很熟练。哎，对，前一个版本的兵书都是走这个，对，哎，希望你走这个，那啊，你一 打，哎呀，我展示啊，再虎，美美的，对，啊，这是以前的兵书，嗯，最新最新的版本了，不是了。那他是担心什么呢，啊？他这个担心你不服帖，担心你爬，你反击，能长吗？啊，对你长的时候，他在这样，哦，意思是我这个下来不大了，哎，你下来不厉害，你下来吧，你冲不下来几个木，我都活了就完了。哦，嗯，他是担心这个，走不到，走不成那样，哎，走不成那样，嗯。也就是说，申敏俊也是深知这个棋已经不能这样走了。那韩国第三高手，那不是闹着玩的啊。对，他也是对于最新的这个动态是非常了解，啊，对，大家看我们讲了这个地方就知道了啊，嗯，他是碰的。哎，这个他这个意思呢很简单，搬完之后就很想打，嗯，但是直接打呢觉得打的黑角太大，对，哎，所以他是外边先把你给便宜便宜啊，嗯，这样以后就容易出手。他肯定是要搬了，哎，他那要退的话不就白被你便宜了吗？嗯，所以他抵抗一下啊，再长，嗯。嗯，你，大脚还是得守，乖，嗯，哎，那以后这打吃就容易了，因为打吃完之后这几个都可以视为便宜，嗯，然后再拆回，嗯，
可以理解，嗯，但是这拆是不是有点缓呢？这可以商量啊。您想怎么积极的？哎呀，比方说压这个，那我肯定要出来。哎，对你这是命令型啊，我也知道你要出来。再查，这是可以考虑为大点。嗯，如果想象成这边都是白棋的空，那你这样走回去，是不是还不如走在这儿打？是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伤那边。对，但是呢，这个你比方说啊，你要走这个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转身。哦，嗯，如果你要硬跑的话，可能是有点重啊。但是我转身，因为黑棋的这个缺陷就是打入，是，这个下牌我觉得也不错啊，因为这样这一手有希望省下。直接补回来呢，当然也没不能说就很不好啊，但是，有点太简单了啊，对于黑棋的压力不够大。嗯，黑棋这个轻轻松松可以该干嘛干嘛去了。对，黑的就回到那个角上去了。啊，那这个显然是防备这个打入啊。嗯，现在这个现在进这个角大多都是现在是选用的是拖的这个下法、啊、对，因为飞人家可以不应你，嗯，你拖呢你让他跟着你走比较紧凑。对，然后他是选择了扳住二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兵书读的有点太多了，读成书呆子了啊。是吗？这个兵书确实是有这一招，嗯，但是这个场合这个是啥意思呢？因为很多时候啊，这个一招的用意啊是让你接，嗯，然后他接、嗯，然后让你必须得走这一手，嗯，就是争先手的下，嗯啊，这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他这个时候，难道不是黑棋这边挺薄的吗？你这个不是还有都把它走后了？那王老师，您给他一个好建议是？我觉得这时候你可以简单的走这个、哦嗯，那我肯定是虎了啊。对你虎我，然后我就可以该干嘛干嘛去了。比方说你觉得这边大，那就围控，啊。嗯，这个就是可以，这个地方还要采用这种下法，我不太理解啊，它是个啥意思啊？我哪怕我就这样简单的下，嗯啊，我觉得黑棋也没什么不满的啊，黑棋也挺好。就是说您愿让他虎了之后，这还能留点味道，也不想被他补上、哎对对对。我想是这样，我以后还有打入的空间，嗯，不想让黑棋这地方走得太结实。明白了。嗯，但是孙腾宇显然这个非常感觉非常灵活，就这个思路我们也是没法揣测的，他就是脱先了啊，脱先也很好，因为这个孙腾宇的读兵书读的也很熟练，因为这个棋就是对付这个连班，嗯，你要走的话接上、嗯，你要不走就可以脱先，就脱先，哎，对对，这是有的、嗯、啊，能不能虎啊什么的呢？第三种下法就是这个，对。嗯，在虎，哎，在虎、嗯。第三种下法是这个，这样局部可能会定型成这样。嗯，是，脱线也是有的。嗯，可以。是，他就没因为这两手交换之后啊，现在黑棋产生了各种的打吃，你现在这边再打入都没意思了。对，很轻了啊，要被人家借用了。嗯，他是走这里啊。啊，那就是也是一个空旷地带啊，嗯、就走的也很好。这样。嗯。然后呢？那白棋很有心情继续走。是的，嗯、对。你看这个黑棋这个好处就是你看我还可以接上，也没什么。接上确实是、哎、白棋下一招在哪里啊？这并这个啊。嗯。这如果白棋要走是并这个、啊、他没粘。啊、哦，他也不粘，那他这是够灵活的了。嗯、对。那他干嘛去呢？飞。这个好像我觉得跟棋理不太。这个啊，确实是像你说的啊，这个孙腾宇有点和别人思路不一样。嗯，那我觉得这个地方黑棋比较薄啊。对呀、啊，这边黑棋这个子不是活的活蹦乱跳的吗？对，就是这边多一手和少一手，暂时没觉得怎么样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可能就这样，就再补一个。啊、对对对，就赶紧把这块补好了啊。对，这个其实王老师您补好的目的还是想瞄着他。哎，我活了以后可以考虑、嗯、瞄着你啊。这个那他就是很。他还是不担心这地方，他可以全部看清。他全部看清的逻辑是啥呢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对，因为王老师这个等于相当于就是白棋跳一个嘛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些是。在我看来，这以后如果黑棋白棋这样打完打入，打入很厉害的，这地方可能黑棋要吃苦头。嗯，很重啊。啊。不太明白哦，可能是他是不是这样想？他这个我这个有先手。
那您怎么走到这个次序呢？就是说我不会全部阵亡啊，我还是能够救回能我回这一去走这个，我这有打直，这有拖，还能救回去点。这可能也是他这个看清的一个原因吧。反正他是先来这边了，确实我估计这个不容易想到。是啊，这个然后我肯定不会申下这敏种棋。俊也是。而且这个飞，我这跟着压，你好像这个也不可能攻击到白棋这个角。申敏俊就跟着硬了，啊，那申敏俊是比较憨厚的人啊。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去打哎，对上对面。对，碰到这个不服帖的，他可能会先攻白棋这边啊，他就就这比较样，我估计他也觉得你没便憨。哎，宜。对，他之所以这样下，可能老实人你也不能老让他吃亏是吧？他肯定是觉得这样也能接受，这样子就算了。对呀，这黑棋有啥便宜？白棋角守得好好对呀、啊，本来就是白棋如果尖呢，黑的不一定要长的，结果现在是都走完了，那还是回到这边。是，粘，啊，这样我总是病吧，啊，对，然后它小尖，好，小尖啊，更看重于这边啊，这个飞这呢，就是这边这都可以吧？我觉得可能出入不大，差不多。飞这个以后这个被点起来可能不舒服啊，但是这样对这边的威胁大一点。然后他就还是，那就是那几手交换啊，孙腾宇视为便宜，我觉得也没啥，也没啥便没啥便宜看宜，但是他开心就好啊。对，他下顺了就行，开心就好。跳，哎，这是好点，因为你不跳，这显然因为这个地方黑棋这个几十线手，这一搬就搬住了。对，这个是很大的啊。对，这个还是尽量别被人家封住吧。哦，你走个堂堂正正在布局的时候能出头就出头。这一，然后黑棋这两边还都有点小，哎，这是也是个好点啊。但是这也是个好点啊。现在怎么有点，我觉得黑棋的好点忙不过来了。黑棋如果说抢这边的话，那这三个其实要吃苦头。这个感觉。你走这个的话，这边也这三个也要吃苦头。对。对啊，这个布局我觉得还是白棋比较顺畅。是。嗯。申敏俊还下得挺，哟，这么憨他厚啊！就把这个吃掉，那黑棋开开心心赶紧抢这个了，并没有啊，是啊，黑的就把这个又挡住了，不会吧？他就觉得把这个子吃掉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子先不说到底吃没吃住，那你岂不是白被白棋便宜了？有人家被便宜吃的一感个，觉。你就跟着应一个。对。那白棋再走这个，白棋岂不是两边都走到了？是啊，他就是实战。哦，这就是实战，那我这要支持白棋一票了。对，感觉白棋好像。两边都走到，白棋没有不好的道理啊。然后黑的呢，飞。哦，原来孙腾宇觉得我这三个，你以为是孤棋啊？我候着呢。然后他觉得你对，完不全好弄他，没关系啊。你看这飞也是个好点，如果被白棋飞过来，那这个子白棋还产生活力啊。对，然后这边挪呀也是个点，这是个好点，确实是。但是现在你要从全局角度来看，你看白棋现在有一个角、两个角、三个一个边儿。白棋这三块效率都还可以，黑棋呢，上面一个大边，这边一个大角，外加这一个小边。但我觉得质感上从子效，白棋似乎是更好一点啊。白棋还有事情可干。对，那还有个保棋。还有事情可干。是的，啊，这就掉一个。先手便宜。他一贴。再顶。这个攻击手法也非常有特点啊。人家说要攻击，可能是搜根，封锁。这个是什么个？这个他，我觉得是不是怕你？比如说我封锁再拖这样子。有可能。他就不想给你拖。但是他这个是在攻击吗？这个顶一个非常有特点啊！这个下对，顶完了。不要点倒是也能再点完。那不可能了，那他还点个他。他当初都不点，那现在他顶了一个，他就更不会点了。对对对，要不然他这顶就不便宜啊。他这个确实思路非常独特啊，没错，这个，不容易想到这个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大神毕竟是，
这个能赢小申的啊，因为小申现在是韩国公认的第一人，嗯，哎，这个各种冠军，深工智能，对，拿到手软啊。但是大申能赢小申呢，啊，所以说他也一定有自己的东西啊。至少顶呢，也有点像那种重剑一样，扛了一把好像没有锋的、没有锋刃的重剑，这个吓得你也看不太懂啊，看不太懂，他是不是能伤人？我们再看一看，看看他实战。他是走了一跳，那还是在威胁黑棋这块。对，这个攻击手法怎么看都很别扭啊。就是啊，总感觉也没啥大用吧。嗯，但是我这个一时也确实找不出来更好的，我估计回去得请教这个 AI， 看看这个局部究竟该怎么下。他是这样，然后是。他们俩都下的挺绝的，黑的是尖。哦呦，哦呦，有有有，这个尖我是看得懂，但是，是但是想不到吧？走在那里边，对，以为会是什么靠出来吧？啊、对，但是他可能觉得靠一个被黑棋白棋这样一长，形状坏。哦，因为他尖这个，他是这意思。如果你要一长的话，他这个几是先手，嗯，他有挖，他可以挖，是啊，他可以挖，这个不行，白的，白的肯定。如果你要虎，他就搬出来，嗯，这也看得很明白。但是下的挺好的，但是他没有搬呢、啊，王老师。他不会的，他要重点就是这里啊，就为什么我是说他看不太懂，就是他走完这里之后他是飞的。果然是江湖散仙啊，这修炼的是什么功夫？我以为他这边走一手是要搬出来。对呀、啊，搬出来基本算活了嘛、那再给一个解释呢，他就是说觉得你封住我，我很开心。他是说，你要封住我的话，我就这样，就这样活棋很开心。是。啊，应该是的。好吧，我只能说他下得很开心啊，这个棋，我们理解起来有点费劲啊。要是我的话，我肯定是出来这个，因为上边很安全啊。对啊，就觉得他可能比如担心人家贴他一下。其实我就跟着你搬也行。硬不硬都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不懂，确实看不懂啊。这个，还是飞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白的。我估计也是意料之外吧。这地方其实应该是最后一个还可以下的地方了。嗯。啊，因为现在白棋全盘也就这三个兄弟还有点负担。对，没把他安置下来，行了，那就可以退休了。然后他是，王老师，我估计您也想不到。我是想不到了，这个棋反正这两个人水平肯定都比我高，但是他们的棋我确实得回去得慢慢品。他们自己能对上话。他们能对上话。对，他们是。那很有意思。这个搬粘了。啊，这搬粘还是看得懂的啊，因为你不走被黑棋一立，本身就是收官好手。嗯，力是挺大的。间接的还去眼，这个搬粘确实是一个好点。嗯，这也是我这不太明白的这个飞的这个用意，这看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啊。对。他搬粘完，你如果还是从这儿出头，那你走一会儿，你这个飞可能会废掉。啊、哎呀，他现在就搬出来。对呀、啊，你不出这不要死人了。嗯。那这个白棋这个价值，我认为比这个价值大。嗯。嗯。对。就是嘛，感觉黑的其实不怕白的在这儿走吧。对呀、啊。然后现在小尖。哦，哎呦，这个申平俊，我要用一种动物来形容，他就是迈着乌龟的步伐。这太结实了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地方黑棋没有冲断的可能性，这好歹也是什么飞个快，对，它是尖的，或许是重剑无锋吧，然后，但是这个棋对黑棋的冲击力好像确实不大，对，这真的是搞不懂，尖在这，立一个，然后它是立了，对呀、啊，这立一个，它是立了，局部都快活了，那这白棋攻了半天，好像也没攻到什么东西。对啊，然后白的是这个。啊？哎，这个、哦，他可能这儿有点味道。你是说我不敢尝是吗？就是有点味道。唯一的。嗯，他是尝了。我能尝，那你这步棋是在干什么？他就觉得贴住，让你补。然后你说这地方有一搬。哎，对对对，他让你补。哎呀，太高了吧这个。这个真是想不到。他觉得单贴要被盯一下。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单贴这地方被一盯，哎呀，就啥文章都没做，心情很不好。他通过这个特别损的交换啊。对啊，里和外交换。里外交换。
然后产生这么一个斑，嗯，然后说我后发制人，他就没了。我后发制人，他是这个逻辑倒通，逻辑通，但是也是看的是云里雾里啊。但是效果好不好呢？如果说黑棋一定补棋，黑的实战是退了，那他下的好啊。嗯，那他本来是单压住的话，他是后手啊。黑棋这样一盯完之后，黑棋不用往这儿勾了，对，黑的就脱先了。如果说黑棋退一个的话，那他这个是好棋。是，但是真是想不到。但是我有一个但是的问题。这个啊，这里边没有糊啊，这里边啊，我本来是想着是不是能够补在外边啊。因为这样补在外边之后，这个己是先手啊，吃你劫不归嘛，嗯，你这个扳就没有了啊。要能补在外边的话，白棋这几个可够臭的了。但是这里边这个死活好像是、是冲完这有一扳，对，你打一打一顶打劫货啊，一拐是个劫货，对、这个不是进货，就是白棋它是走别的好像都活了，但是他可以搬啊，有个劫火、这可能是孙腾宇不敢这样下的原因。因为这个劫多少都黑棋白棋负担还不重，但是这个无论怎么讲，这个一退有点还是太难过了。您就觉得这手棋花的不值？对，这手棋是个单关呐，有没有可能宁可打劫也先撑住？这不是我们是短时间能够想得明白的事情。对，这个。但是无论怎么讲，如果说黑棋退在这儿，嗯，那这个大身这个虎是好棋，嗯，因为他获得了一个先手。对，嗯。现在这个，因为白棋现在不能冲这一下了，所以现在黑棋这块就是活棋啊，因为你冲完之后这边一反冲。对，他可以出去、出来、对，可以理解无恙啊，可以理解。但是这样整体这个结果的进行，我感觉还是白棋呢，可能稍稍便宜了一点。因为黑棋这个毕竟还要防备着这样一个扳的手段啊，这块棋毕竟还没有完全安定。你就主要是黑棋在这儿花的手数值不值得的问题。对，因为黑棋这花了好几手，现在这个子还没吃着。对，然后他就不走了。在这儿告一段落。那、这个好棋，嗯，这个就是这个当初黑棋尖的，对，您说他尖一个就要被点，尖那儿就是不好的地方，就是要被这点一下。对，点他点是先手啊，难受啊，不走被一尖就漏了。他打了一个，打一个也是先手，然后贴回来，那白棋先手便宜了。对，然后他没交代那块儿，王老师。哎，这块其实这块虎一个哈、虎一个也很愉快啊。对，因为这你不走这一跳进去，这块还不活。对，那他走哪儿去了呢？立啊，抢官子，这也是个大官子啊。这我们说了，这种形状这一立都是很好的收官手法，目视都挺大。因为黑棋不走，你就以后往里跳，每一手都是一个大官子。你要不走的话，黑棋这样一扳粘之后，还产生一二路夹。就没目了。对，我们说这个收官的时候啊，这个都是啊，这大官子，就是什么叫大官子？你走一手之后还能产生下一手的大官子，这就是大官子。大官子，哎，白棋没目。我们优先收这种官子。你看白棋这一立，下一手产生一跳，这也是很好的官子。嗯，那黑棋呢？黑棋肯定就是想要在这里最后的一点儿，对对对，希望啊，就是这个啊，这是一个想先借用两下，退，是，哎，我觉得这几招下的还可以啊，因为你看这个现在隐隐约约有可能把那个大吃了，对，鲸吞了啊。但是你不能忘记这地方还有点隐患啊，这个是黑棋要注意的，这地方局部。但是王老师实在不行，有一天您冲我的时候，你要我就做点难看的事就算了，我就瞎狗在这儿我也活了，那是啊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。现在看黑棋，现在白棋得处理这三个子，他还飞，嘿，这很有意思啊！这个他啊，你不走我就连上，那黑棋自然是不会答应的，黑的尖，那这个看起来有点薄了，这几个，您说白棋吗？对，如果从这个角度，那当初那个力可能还是应该先处理这三个，现在这几个有点薄，对，因为这边肯定不能死吧，跳，那我自然是得冲出来了，
要不然被你压住受不了。哇，他们这个一下就开始战斗了，打吃。嗯，这是先手。他顶上来。顶，那顶了自然是要断了。对。那产生这样一个挤的先手。对。如果你要随便一长，那我就笑得不行。所以这个战斗一下他就。这个马上黑棋要重压大败了。搞不搞就是你能。其实说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被白棋走的。啊，那是搬了。搬是吗？嗯。那换句话说，白棋这个走不逃，那这两个不就交代了？这两个子交代了。是啊，他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，王老师。那这两个干什么呢？不是，如果说一般就把这两个吃掉了，那白棋岂不是损失也不小啊？是啊，那就更加证明了当初这个利有问题了，应该先处理这边。嗯嗯，他现在是走这个啊，真不要了。等于他就是能够弄破这个断，获了一个这个。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白棋失败，还是我白棋失败了，明显失败了这棋。嗯，你因为你黑棋这一般的这里都间接把黑棋白棋这边潜力消掉了。他是长的。长这个。对，然后把那俩子抠死了，就爆死了。这不已经是我。嘴边的肉了吗？我为什么不跟着搬呢？因为你要能跑，你不就直接你跟这个搬没关系？跟这个搬没关系，是的。你比方说你现在，你怎么跑？你这么跑，我就长，你这么跑，那我这一打，你跟这个搬没有关系，全不是全进来了吗？嗯，死掉了。我为什么不搬呢？我一定是要争取让你走这个。啊，送我把你吃了，哎，对，我一定要，我的梦想是希望你走这个，再尝尝尝你这个样子，太惨了，嗯，那他会虎吧，白的，如果你要打掉我就自然这两个已经，那我是先手吃啊，嗯，那实战尝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尝这个这不是后手吃吗？对，他就觉得，啊，他觉得这地方有个飞是吗？啊，他飞完有个打劫，但是飞完是个劫呀，嗯，那这个我觉得不对啊，这个黑棋。为了未来的不可知而眼前先亏一手棋，嗯，这个就是您觉得从这儿出来这边挺大的，肯定是搬好啊，嗯，肯定是搬好啊，下成这样子，下成这样子好，然后黑棋该爱干嘛干嘛去，嗯，可能孙腾宇觉得吃掉这个已经是美哒哒了啊，对啊，觉得那个可以理解啊，这个白棋也是够损的，嗯，可以理解，嗯，但是没有吃住白棋的大部队，对，嗯，没有给他造成致命打击。嗯，跳啊，哦！你看白棋这地方还隐隐约约还围出空来了。是这个跳是先手，哦，还是先手啊？这个死活应该没问题吧？会不会有点啊，王老师？如果做一个什么梅花钉四什么的。如果这个地方黑棋还得补一个，那吃两个，嗯，这个简直就是简直昏了。他们的教练昏倒，这个这都是好好的，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这种事情了？对对对。那我们来看看这死活吧。嗯，如果你要不走，你是担心这个是吧？对。哎呀，这个看起来很，那 我已经读懂了，你这招很厉害啊。这一下你反正不管你怎么走，你反正是杀是吧？你不管怎么杀，啊，嗯，你这样一搬，对，先手，我这边一冲一走，嗯，梅花四巨杀，对，漂亮，啊，嗯，这黑的就是没有办法啊，嗯，那就是说这地方。黑棋就是得补一个，是，那你怎么补呢？他特别苦闷的盯了一个。当官以后我这一胡，我怀疑你这里还得补，要不然我这一加还是梅花四巨杀，对，还是有东西，是的，那就是说你被我在外边走了一个价值很大的，嗯啊，你呢在里边基本上啥事都没干，对，亏了，确实亏了，你就算这地方有点便宜也全都被这儿给抵消掉了，是，那这个棋我觉得孙腾宇可能是够呛啊，走这个啊，那这行是不是还瞄着，嗯，然后他现在是挤，哦哟，这个挤一个这个可是单关的啊，但是没办法了，这个如果你要不走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东西一冲又来了，对，这个，啊，这有了这个子之后，你这条路出不来，这个它就可以粘了，啊，对，它可以粘上，嗯，你冲这条路出不来了，搬住，嗯，对，这个字还是很关键的，对，走
这都是白棋的潜在收益啊，因为你那地方薄。嗯。然后他是搬家。哎，这个很关键。这个逆收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大家一定得记着啊。嗯。大家只要记着这一招手筋，今天这搬棋不白看了。嗯。这地方你要不走，白棋黑棋有这个搬的经典手筋。对对对对对。他搬了一搬，你一吃，这个一打，他再一吃，两目装兜。和被白棋搬。白差两目，是你本来要贴人家七目半，现在就只贴五目半，是哎，这太重要了，这个、是一个经典的手筋啊，而且这个是黑棋白棋没法解，你要吃在这儿也没有用，嗯、因为你吃在这儿的时候，你再搬的时候一打你接不上，对，白亏，哎，白亏，所以这个官子很大啊，嗯，他搬粘了，白棋是不能忘的，白棋找机会就得走了，嗯，然后跳，哦，这是个大官子啊，因为同理下一手。这个尖仍然巨大啊、嗯、你尖完这飞仍然巨大，嗯，所以说这个跳是一个大罐子。哎呀他顶。嗯。靠住。哦，墙这个明显有一扳呢，这个应该是靠不住的，墙靠估计是。扳我就断吧。断我一吃给你我这活点。那你这目数不是很亏吗？对，是哦，王老师。那他反正强靠了，强靠，嗯。然后人家就挡。哦，把这个劫给消掉。嗯。但是这个挡我有个问题啊，这个为什么不补在这儿呢？补在这儿，这是不是以后还有可能跑出来？哎，真的。嗯。夹不住。对呀、啊。嗯。如果说给你交换掉，那我这可能也不着急挡。不补了，是。他、嗯、没注意看吧？嗯。挡了。当然，无论怎么着，我觉得现在肯定是白棋好啊、嗯，因为我们看这白棋现在目走了很多，整体对黑棋除了吃了这个干巴巴的四两个子以外，厚虽然厚，但没目啊。对，现在白棋你看这地方长了个目，这地方长了个目，嗯，是的。然后他现在是再把这个一挡啊，这都是有目的啊、嗯，这个确实很好啊，这还威胁着你这个眼，嗯嗯，那孙腾宇很不乐观啊，这里。这个太神奇了，这里是哦，他是不是想要把这个子能够多点借用啊、哦？他想中间围出一块大空、哦，但是他也得顾及着这块死活，是，所以说来了一个神奇的一手，哦，很有才能，他就是想借用一下，嗯，那现在黑白棋如果不让黑棋中间成很大的空，我觉得这个棋黑棋的目数可能就不够了啊。如果说假设你看、嗯、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数一下空啊，嗯，七目十七二十二十五二十六啊，这块二十六，嗯，这块五目吧，三十、嗯、啊，这通算成三十目，嗯、我们粗粗的吧，我数目误差十目，好，五十十一十二十十五二十五三十三十一二啊，也就是说全盘黑棋在六十五目以内啊，那我们再看白棋。嗯，一十二十亩，三十三十三十八亩，嗯，四十八四九五十六十，是，数到这儿已经六十五了。对，这些虚花花的有五六亩都不数，那也就是说白棋七十亩是不成问题的。嗯，黑棋呢是六十五亩以内。对，然后中间加上贴木，啊，贴木是七亩半，七亩半，然后这再来个五亩得，中间得为十五亩，嗯，才是细棋，差不多。如果说简单的把这个一吃，十目，那就够大败。对啊，所以说他才要这样围的大一点。对他想拼一下、啊。那白棋只要让你围十五目，那这个白棋不是难事儿啊。好的。而且十五目关键还是细棋，还不是说黑棋就赢了。就赢了。嗯，大吃这样、嗯。哦，那这儿已经活了啊、嗯，这个局不是活棋。嗯嗯。但是如果王老师以后我一点你。我残就剩两目，三目啊，三目。怎么三目呢？你点我打，嗯、我这缩回来。哦，我你可以缩在这儿。三目都不给，三目三目三目，太残忍了。三目，我以为只能坐在这儿，我想那这个太惨了。嗯、三目是、嗯，然后他什么什么连扳吧，就只能是围中间了。嗯，啊、中间围十五目以上，我们得记住啊。嗯，围不到就完蛋。看来申敏君这个下一手好像他有点过了吧？他是这个凶吗？他是不是跟孙腾宇学的？孙腾宇靠一个，他不靠他也不爽。对，好像是有点。这招棋看起来有点危险啊！啊，我们如果是你围十五目，我就简单这样一飞，你这样一飞，你这样一压，你就算这样简单的走走，
你可能比刚才多了围了五目、嗯、但是我不也多了五目吗？对，那这白棋不是很轻松的就要乐胜了吗？应该白棋还是优势的。那他怎么还这么还这么凶悍？这个他的目的是想什么、嗯、他想让你搬吧。嗯，我还能连搬呢。但是我就算搬他又想干什么？我连搬你啊，王老师，连搬我这打你可要出大事了。嗯，我这打了一反冲，你不是要出大事了吗？为啥呢？我不是可以打吗？哦，你利用这个长的先手是吧？对、啊，妙！看来你深深的理解了这个、就是、他应该是这么想的，啊、他应该是确实是啊，对，计算很深远、嗯、啊。那我们看看啊，他这一手棋究竟成不成立？现在肯定是白棋优势啊。嗯，然后呢，这个孙腾宇肯定也不能任由他这么得意，他是一般。哦，他不是从。他不是围攻的搬啊、嗯，要把你全拿下。对，那这个可能是这个小胜大胜应该是也得、嗯、这个搬很容易想到，因为不是外搬就是里搬嘛、嗯，这个他应该也是也应该也有所准备吧，但是好像不太对。他尝了一个，嗯，北川。这时候我都看到了，难道大胜感觉一下又昏过去了？难道大胜没看到吗？是啊。这不行啊，王老师，这不是被穿崩了吗？这好像确实是啊，你这一冲，我可以冲这个呀。你必须挡。这已经被断下来了。对，这也没有什么棋啊，这样能怎么样？对，这肯定不行啊。嗯。难道大身是没有看到黑棋这一穿？也有可能。那他有失水准了。他忽略了这一招。那我得申请上场了啊！这个我都看到了啊。对。他是不是这样想的？他是不是想的你冲不行？嗯。是不是？对。你冲。冲这个打了一段。对对对，我这打完一段，嗯。断不了。所以他以为你这个黑棋只能这样补回去呢，那他这样再补回来，他觉得效率高点。对。啊，这个。这个一个是犯不上，因为这个棋就本身这个靠在这儿的感觉就很凶险。嗯，啊，因为他现在优势又比较明显，他就这样飞不就是可以了吗？这好奇怪啊！嗯，大身突然的一个异常，居然没有看到这一穿，这一穿呢，他肯定乱了呀，因为现在已经读秒了，这铁定是进入读秒时间了。是啊，然后他确实没什么好招。就属于没招了，嗯，没招了，这可要被翻盘了。是啊，这两个死下去了，这可中间黑棋可远远不止十五目了。他就冲了一下，打这个，打这个有啥用嘞？啥用也没有，人家还尖，尖是先手啊。他走，那这，短，嗯，这不是全进去了。对，就算白棋当初不靠这个让黑棋围，黑棋是不是也就只能围成这样了？对。哎呀，这个大身，哎呀，这可能就是大身不如小身的地方吧。对，这个突然失误，这么好的棋，就因为这一招随手，就完了。是，那就有点昏倒。哎呀，这个确实是这个。这样，然后他现在打吃。我觉得前面大身下的都挺好的呀，对呀、啊，没什么特别大的毛病啊。突然之间失误了，嗯，这个短了，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反还好像有一飞呀、啊？哦，对啊，这不是要马上就飞下来了吗？这个地方因为这有一个扳的毛病了。那黑棋他是不是还得把这些挤掉？不挤掉，可能是还要出事儿了。对，他是没挤就出事儿了。他现在一贴，那完了，你现在挤都来不及了。后手、啊，因为这四个死了，你这还打了一手，都太大了。对，啊、哎、呀，这是什么呀？突然之间的一个不会吧？这样这个白棋可不行啊！这一跳是。因为这有个扳嘛，你只能是松气，你要松一气这边一点的话，这黑棋已经快一气杀黑了，杀白了，这样了、哦、就挡就行了。对，嗯，黑棋四气，白棋三气，嗯，你这个一跳你必须得顶住气，顶住呢，但是你顶不住啊，你顶我往前长，你不能挖呀、啊、你挖我这一冲一走一打接不归啊，如果你要一粘上的话，我这一粘
一样的，我气又又二四五六，你只有五口气，一样，最多能杀个双火。那也不行，自己都死了。那就是这那这个出大事了。对，走到这儿。啊、哦哎，这大身不仅仅是没出到对方的棋，自己反倒被出棋了。就是寥寥十来手。那个，那这个大身今天的郁闷，可以跟杨鼎新交流一下了。交流一下，看看两个人谁更郁闷一点。对，王老师，你看最后他走这个，这个肯定不行，这个明显是团，这明显是乱来了。嗯，然后他一吃，哦，要传才传，这当初是白棋的空，现在全被吃掉了。是。全死了，这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怎能想象会是这样的结局？壮烈啊！哦，这一下子瞬间翻盘，翻盘了，是的。所以走到这儿的时候，他就认输了啊！这喜和同学昏倒啊！这个高价请了一个外援，对，结果没想到是赢到手的一盘棋就没了，没了。这可是为保级而战的棋啊！对，这很重要的。哎呀，这盘棋这个下了大半盘好棋，就因为这一手靠对、啊、一下子把自己给靠走了。嗯，啊，孙腾宇这盘棋的这个可以说也是这个运气达到了这个顶点了 啊。因为像他们这种水平啊，就像您说的，如果他当时就简单飞，应该已经在他的掌控之内。关键是黑棋这手穿并不难。嗯，你像我都看到了啊，是吧？这个对出现这种失误，只能说是这个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有一点最后这个黑棋白棋的空竟然全被黑棋吃了。对。太惨了，最后这个死相太惨了、哦。是啊，所以我说嘛，他今天得和杨鼎新交流一下，他可能是杨鼎新看了他的棋，杨鼎新是啊，获得一丝慰藉。然后他看了杨鼎新的棋，他也是，哎呀，还有比我更惨的。对啊，两个人要开比惨大会啊、嗯，有点是有点啊。哦嗯，好的。那么，王老师，您看今天我们这盘棋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。嗯，好的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